如果弄几只假猫咪，故意将它们放到家里的走廊里面，这只萨摩耶看到后会表现出什么反应呢？男子在家无聊，突发奇想，在网上找了几只小猫的照片，准备捉弄一下家里的小狗。通过打印机打出来后，用剪刀将照片的背景剪掉，只保留小猫身体的轮廓。从正面看的话，还真可以以假乱真啊。男子将照片放到小狗的必经之路上，眼睛还同时盯着同一个方向。摆放完成后，男子模仿动物的视角模拟了一遍，顺着楼梯往上爬，突然三只小猫映入眼帘，还死盯着楼梯口一动不动，看上去非常的瘆人，呈现的效果很不错。这时男子大叫一声，将这只名叫莫利亚的萨摩耶叫了出来。他伸出头往这边一看，三双猫眼死死地盯着他。刚刚有人在叫我吗？我是不是出现幻听了呀？此时的他非常害怕，故作镇定地朝着隔壁的房间走了过去。他装作若无其事地在里面转了一圈，极力掩饰内心的紧张，但最终还是忍不住好奇心，朝着这边走了过来。他仔细看着眼前的小猫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铲屎官什么时候瞒着我买了三只小猫？鼓起勇气向前走了两步，仔细地看着他们三个，怎么一动不动啊？这是准备要发动突袭吗？我还是离远一点为妙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如果不走过去的话，又怎么能吃到主人手里的肉干呢？萨摩耶现在心情非常的纠结，仔细闻了闻飘在空中的空气，这到底是人是鬼啊？居然一点气味都没有。这只萨摩耶心里更没有底了，硬闯过去又担心挨打，只能站在门口干着急。突然萨摩耶耍狠大叫了一声，他担心挑起斗争，又赶紧摇动了尾巴，表示并没有恶意，只是太想吃肉干了，你们挡着路我也不敢过去。于是只能站在门口大叫，这胆子也太小了吧，你这么大的体格居然怕小猫，况且还是三只假猫。就这样持续了十几分钟后，主人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于是从碗里拿出来一块肉干对着萨摩耶叫他过来吃。即便如此，萨摩耶依旧不敢过来，甚至还一步步向后退缩，这也太狗了吧。看着他想吃又不敢过来的样子，实在是太搞笑了。男主见他还是不敢过来，于是又叫了他一声。这时萨摩耶终于提起了勇气，靠着墙边慢慢地走了过来，他依旧非常的小心。经历了半个小时后，萨摩耶终于吃上了心心念念的肉干，就连主人也没有想到一只大型犬居然可以这么胆小。即便已经吃上了肉干，当萨摩耶再次看到小猫照片的时候，依旧非常的害怕。男主家一共养了两只狗，另一只就是这只名叫摩卡的小型犬。大家都知道体型较小的狗胆量也就越小，如果让它从这里走过去的话，又会被吓成什么样子呢？伴随着男主的一声召唤，摩卡直接跑了过来，他望着两边陌生的小猫，直接就跑了过去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他貌似一点都不害怕，直接从中间就走了过来，很顺利地吃到了主人手里的肉干。这样一对比的话，萨摩耶的大个子真算是白长了呀。